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爱原神频道。如果你热爱原神，就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因为我们将为你带来最新最全的攻略和资讯。记得要点击订阅按钮哦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下活动第三天、第四天，原神斗圣争始第三日，烈焰花般燃烧。我们给大家一个打法参考啊。那么开局选这四个人啊，三个带水元素的，这关水元素比较重要，因为有两个火死狐忍者。那么维娜一线偷跑一下。然后采取实战，先热闹起来吧。带下之后，蝎子练成一览财大，红成师，然后行车现场换，一踢羊屌，然后踩个大石扯红警，画卡收，哦夜雷六带大招的不停攻击，不过打不必打之后，先把两个病友喝，接着停卡，被我歌颂云娜大招，你看，就是有啥哪里亮点点哪里啊，一个半截特暂时用不到，因为这现在没有人能撵回了。哎哎。好的，火姐挺硬的，你要 pass 你把反特切回来，然后主要是水元素都给不化了吗？一个蒸发伤害，以我这里这一关的蒸发，这个模式的蒸发等伤，这个蒸发和融化就加成了，哎呀，收，就是游艇的入列的呼，然后呼上之后大家注意啊，好像会临死之前呢会有一个锁血而撞的。然后会降下来两个火球的，每天先把这个火球给我打送你，然后另外大家可以上的时间啊，如果说你打完那两个佛法，你上面剩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那么有点难啊，元素无可能，对面有点来不及啊，打完上台那两个佛法不就走？哎，如果不到一分钟时间就有点来得及，那么这边，哎，还得打完剩个七秒。对，然后第二轮呢，我们选神力灵人和这个莱伊拉，上神力灵人莱伊拉，然后上这个弗妮娜和伊兰。琳娜，你偷跑啊！特技手大，然后开始打招，以我之名，夜恒和反派主攻，安心别打，他嗯打好。神力灵人开始打招，哦，神臂哦擦嗯攻击键。就注意这个一堆铁弹炮，基本上这正好能把人全给杀了的。闪耀时刻，请您两下来，好两只雷影，你来送我们啊！一直这样循环，重新反复。三流水影，铁弹炮，最后都是铁弹炮的首尾，正好靠完。因为你所有这个战绩元素战绩打完之后，它就有 CD 了，还只剩辅助攻击，算好，先灵人来铁啊，直接热闹起来吧，都是一样的兄弟。这两个人就是他老的，好会衍生，好好跑，所以找反应，你就挂水挂冰点来冻住，冻住以后你再选，这样他跑不了，是吧？这个比较合理。现在，呵，这样虽然说这个蒸发和融化有价值，但是这样打也挺快的，结的。这个对于这个关卡来说，好，这边我们上一下萧公。萧公和仙海啊，仙海不为一拍准萧公放大，然后哎放这个 E， 然后直接灵人放大，然后铁城炮别的就不要骑啊，因为他那个大招过场的话会占好几秒耽误时间，哎就这两轮正好能把第一波人也杀完，就不要骑，直接把他给蹦住是吧？铁城炮，萧公这个先不切出来。等我们铁三炮这个没有了之后，就你比如像现在你有打我比较挂冰啊挂水，我们再骑萧公去打这个融化打这个蒸发，看这个融化和蒸发在这个这里面有价值，所以有伤害非常恐怖，打得会非常快，一点出发烧化虎啊，看然后金云海中午沧海之约休养休息，然后呢我们直接随意一个人大招铁三炮用水影，这样一下可以泡两，你还忧郁？好、哦，泡两要打出，开始，克克克，好，打了还剩三十多秒，时间突破。啊，这一轮呢，我们主要选甘雨啊，剩下随便选啊，你要想用哪个也可以上。我这边推荐的是星海、萧贡、甘雨啊，因为我们神领灵人就铁三靠这个太累了，所以上不了场。所以我们这个这次，可以带行秋或者可以带这个班车都可以，你这边带个行秋吧。这个
这个模式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，好像命座比较乱。它是游戏里面显示的这命座啊，我这个关卡里显示都是有单勇吧。哦，星海放大放异，然后大雨也直接放出流雷半瓢，这样水兵行动就可以冻结。然后大家注意不要让这个雷都出入网，跑到你的技能外面，技能放好是吧？然后这边打一个蒸发，轰、哦，蒸发融化。好，这边视频不知道为什么会打不赢，祭典重现的一只，就是只要你消攻这个 E 开了之后。一直没中带破带火属性质，你还不带的话你就怼了，啊不带的话你就切这个水冰出来，你去寻常去挂野处定时接触，我会跟上的，用很简单一个手法，你切完正好循环一下，然后它的那个 E 肯定会好，好之后你就切拆 E 然后有你就火中定火中 E 就过啊。但这个尊夸和这个修养生息也放开在这个今天的关卡里只有家，所以海与油啊，因为没有的话我们就挂水挂定深海的家伙，你逛完一圈之后这个消光它就好了，好、啊、好了之后你就开，然后你就有这样是吧，打算你就有它、啊、哦，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合理，没有什么海豚操作的多好，就像工作盖滑掉了，哎呀烟花来喽，雨线满化，固也整理。其实这个消防雨放大会更快一些啊，啊，我会收费的。好的，谢谢各位。如果感觉有帮助的话，欢迎大家一键三连。有任何问题可以评论区讨论，谢谢各位。恩神斗圣宗祠 4.4 活动，我们第四天白光的定律啊，我们选这个八龙神子、雷电将军，然后这个星海还有旅行秋，狼粉子先挂三个亿。把雷电将军开一，然后星海给你开大，单勇吧，琼秋开一排大，还，啊都开完之后，才切回这个雷电将军，来个大刀，与你这全灭吧。无数刺客，这两个也是一样，神子先挂一，然后有大黄大，飞令，野丹西，我星海不平攻你两下，然后一把，后雷电将军收尾。我直接有出，这一页是一样的。行秋先挂水，海云游，我去，神子有意，去。哦，这个星海偏念两下，偏念将军有大刀了，还是大，是永恒，微光无色。后、哦、就那，那 A 感觉没借的话，就换了星海，嗯，他一开大，然后神子他一 ，A 晕死，哦，神子有大，很大。你血蛮化，行秋挂水，那就一样的。好、啊，这就过了第一个。那第二我们选优拉和这个草神，那么这个带一个草神，然后带个优拉，去让神子的起手就是 E， 然后草神开 E， 人类就没人开大收尾，气力之时单打的比较快的，我性质宝宝嗯，硬瞄准一下吧，然后呢，沙都连在一起啊。哎，绳子太硬，不太大。都说拉才硬，太大，太红炮一个。好、哦，现在这个圈圈被挡住了，没关系。到方，然后雷神有大，有大是永恒、啊。这边还剩一个，才硬，然后平分国旅也就，嘿，去，然后绳子别令，全黑。去，也一样啊，起手选择硬，然后。草神用一把他们杀，把他俩停下。我用拉上去平安，暴影看朋友用黑令，真狠血。黑神开大，收了性命之时。那、啊，引无处遁逃。好，下一轮我们选这个克勤，还有这个闲云。带闲云和克勤。希望你也让他到处一个俩瞄准，然后直接用对对客气运用绕路的，可以打一个雷草激化，然后又拉雷影得大，玩具平 A 两，然后客情无处反弹他，很大，你看，哼，那电风咸鱼很专业下来，来了，直接人来哉，记住你啊，打三平 A， 去吧，哼，这个输出手法的核心就是雷草激化，听见了？现影如剑。对风
尽光如我，那你没打火的话吧？去了，去了。只要核心之物给怪物挂上场了，然后给我们重新美黑去激化了，求饶吧。然后其他空档时间谁领导又拉输出来？行，一边邪云配合又拉飞打这个下路攻击，但是啥一样塔他们拴起来，飞风和两个人逆下来，进不行，随草计划。好的，出紧随，哼，技能都没有的时候，我们切右拉，修右拉才一拍大，想要去平 A 他们。其他那种技能的泄在放技能，好，好，这样。我来这边选神理灵人，然后还有这个外焰啊，把人都吓掉啊。我们最后一关有那个活死毒忍者，带三个水元素，带一个外焰扩散就可以了。这边起手神理灵人一个大招，哎，然后麦叶直接开 E 长按 E， 下舵弓箭后大胆，啊，在这边等着就行了，等他反应完了就死。中间你就平 A 平 A， 哦，靠。该出发了，这边三个人，行，好的，你的是灵影，我去平衡了，请求 boss， 我罚生命一刻。哦，哇，一一阵，我们这大招，眼明，我去平 A， 差不多就可以了。H， 这个灵人直接开大，我万一走，呵，大概原大概输出说法就是挂水之后，后半夜之间我是成型扩散，深海的家。为什么捡挂谁的水源各战绩啊，挂通过移行放完之后就歪叶开运发大，然后是比接着切的人是你们的比输出之后的人怎么办，他这个临时墙会锁血啊，或掉下一个球啊，行，我明天要把这个球先给他清了，我们本次来瞧古华生命无限然后把球给他清了，把去给这个不血毒人的挂水三个水也挂呀，主打就是有人发啊，那么挑战成功。如果有帮助到大家，欢迎一键三连，谢谢各位。